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lean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没错，如果你们有看标题的话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来和自己染头发。那前几天呢，我是有去逛这个莎莎，然后呢，我在里面呢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染发剂，这个染发剂应该也是出了蛮久一下的，就是这个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，这一款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泡泡洗发的染发剂。 OK， 然后我为什么会买呢？因为我想说我好一阵子没有染头发了，差不多有半年吧，半年的时间，你看可以长到这么多，算多吗？半年应该算还 OK 啦哈，半年呢黑发就长出来了，然后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觉好像很不对称这样，又黑色又巧克力色，然后再来呢也快接近新年了嘛，对吗？然后想说倒不如我自己买个染发剂来帮自己染头发好了，这样的话呢又经济又方便，又可以看看自己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好，来，我现在就跟大家介绍哈，我买的颜色呢一盒是这个银灰飞色，没有看到银灰飞色，感觉就好像有一点灰色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盒呢是这个薄荷亚马色啊，它会比较偏绿色一点吧，感觉就好像 upsy tan 啊，那种军绿色的感觉，听起来好像很漂亮，不是听啦，是看起来，盒子看起来还摸得染出来颜色成真的是超级的漂亮哈。一个是青色的军绿色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灰色， OK。 然后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它的这个说明哈。OK， 来，我们看看它这个说明哈，它后面这边写把第一季加进第二季，然后并慢慢上下摇晃其使其混合，所以我们不能大力摇哈，因为它这边也是有写上不要大力摇晃。然后呢请戴上手套，这个是一定要的哈。然后第三呢就是将泡沫充分涂抹在干发上，自制覆盖所有头发，以指尖轻轻擦揉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怀疑有一点迟钝。好，这里的说明书大家记得就要读上哈，一定要 follow 它，才不会染出来效果会失败。为什么我会买两盒呢？原因很简单啦，因为我头发是非常非常的长，长到那个屁股那边了，所以呢一定要两盒才够用，一盒我觉得是不够的，再加上我头发其实还蛮厚的，然后反正就要买两盒嘛，当然是要玩一下颜色啦，所以呢我就想说想尝试一下好了，看看它出来的效果会是怎样，就是我要怎么去呈现它呢，就是这个 Min Ash， 就是这个薄荷亚马色比较偏绿色的呢，我会把它染在就是上半段的这个头发，就是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银灰飞色呢，这个颜色呢我会把它染在下半部，就是底层下半部，然后让它呈现出这种层次感，不知道效果是怎样，灰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染起来应该不会很奇怪吧。好吧，你们想要看成果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 Go！这里有说 do not shake， 大家千万就不要用力的去摇晃它，因为如果摇晃它的话，它这个就会变直了。 OK， 那两瓶都摇好了，那这一瓶呢是亚麻绿，这一瓶呢是这个银灰飞色，你看它里面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。 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。
基本上都应该可以了吧。然后亚麻绿的颜色给我用完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，然后这个灰色呢，还有一点，因为我上半段我拿的部分比较多，然后我就继续染这个颜色哈，继续涂。基本上呢都完成了哈，然后下面是这个银灰飞色，然后上面呢是这个薄荷亚麻色，好期待哦，我好期待等下出来的效果会是这样。你看白色二手套染出来就变这样的颜色了，有一点蓝蓝绿绿的，看到吗？好，那这个呢大概要放20到30分钟左右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冲洗了。好，30分钟已经到了，我现在要去冲洗了，我们待会见。OK， 洗好头了。我的感觉我的那个发色好像变得比较暗了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颜色是感觉比较暗了，变了，有啊，有效果的，它是有效果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吹干。好，我吹干了，那颜色呢大致上已经呈现出来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超美的这个颜色。这是什么颜色了哈？先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薄荷亚麻绿，薄荷亚麻绿就是这一个。我建议大家去买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超级的好看，我觉得不错不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你看它出来的颜色超美的，好美耶，有没有？原本before 我的颜色是比较金巧克力色的嘛，现在整个头发的发色呢就瞬间就比较暗了，然后呢有一点点这种灰色是吧，看起来好像灰色这样，超级的美。然后呢另外一个颜色呢，刚才我染在那个下半部的是银灰飞色是吗？银灰飞色呢我是染在那个后半段嘛，我把它拉过来给你们看它的颜色。它这个颜色呢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你看它染出来会感觉就比较暗啊，颜色没有那么亮，就很普通的咖啡色，超级普通的咖啡色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级普通的咖啡色哈，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颜色，就是这个 Mint Ash 看到吗？ Focus 一下， Focus 到吗？ Mint Ash， 拉一下花博，哎呀反正就是这个 Min Ash 啊，大家如果想要染的比较漂亮一点，就是比较特别比较漂亮一点的颜色的话呢，你们可以选择这个 Min Ash， 真的是蛮不错一下的，我好喜欢我的新发色啊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好了，那这一集的泡泡染发剂就到此结束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支影片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